心地上看呐、是一个坑，冰上冰上看，在这松松上看，老桌椅屋里看，顶着灯灯前看，一星地上看呐、是一个坑，冰上看呐、在这个松松上看呐、老这个影，屋里看点着灯灯前看，一个老僧看着看着起了大风，看着看着起了大风，说大风好大风，使人惊了胆惊，说大风好大风，使人间了解个人精，刮平了冰上灯，刮平了冰上松，刮飞了冰上松，刮灭了屋里灯，刮走了冰老僧，只刮得坑平冰化松，倒影飞僧走灯灭，刮平冰化松，倒影飞僧走灯灭，再抬头依然是清风朗月满天星，清风朗月满天星，满天星。谁？广来洋行，我去砸了他的店，让他翻了方的赔当的银子。哎呦，砸店？啊！你先把你爹我这张脸面给砸喽！哎呦，爹！你爹我这一辈子就耗个金石，咱也算是金门一大家呀。哎呦，传出去我走了眼，往后你还叫我怎么出门见人呢？儿子，嘛重要啊？脸面，人活的就是这张脸面。呀，那也不能让这两千两银子打水漂啊！不行，我去找那个姓杨的。不能找去。哎呀，你别怕他。不行。哎呦，你怕他干嘛呀？不行，咱们到官府告他去。不能去。不行，儿子，不能去啊。哎，这杨殿奇，哎，出道喽。你看这个圈套编得多远呢？啊，让咱都没法找他的后账。嘿，哎，你看人家没说是真东西，还说是京城古董行的高手来认了假，我非说是真的，人家不卖我非要买，嘿，结果人家还装仁义，只加了200两跑腿钱。哎呦，叫咱哑巴吃黄连，有口说不出来呀。再者说了，你爹我也不能承认自己走了眼了，咱找官府去不也是为了遮掩脸面吗？哎呦，爹，那咱就认栽了。谁说的？那咋办？咋办？你办去。我去办。把它卖喽。啊，能卖多少卖多少。哎呦，爹，这是假的，我要是只卖1两也行啊。你就是不能张扬出去。那行，1两银子，来，再来一碗。哎，今天的豆腐怎么了？跟往常的味道有点变了，有一点苦。哎，耐嚼，有点苦。但后味回甘，好吃。你的豆腐越来越好吃了。来，是。那你们多吃点。来，好，谢谢啊。谢谢。掌儿。哎呦，干嘛？傻儿，今天的豆腐
学生说有点苦，不过我尝了尝，确实有点苦，不会是坏了吧？不会吧？那你尝尝。露水点多了。啊，不过豆浆挺好喝的。我兑咸一块兑。哎，不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给你，都给你。退了，退了，退了，退了。干嘛？哎，退了，退了。干什么呀？挺好吃的。这么好吃的东西，不行，一定要退。卤水点多了。九儿，九儿。干嘛呢？说话嗓门那么高啊？哎呦，卤水点多了。有点苦，一点都不行，不能坏咱的牌子。不碍事的，哎，大娘，怪我，是我点的卤水，你点的。我爹呢？出摊了。我找他去。哎，干嘛去啊？我把豆腐收回来。哎，哎，菊花，菊花，婶儿，婶儿，婶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别跟着我。你别生气啊。傻儿，以后我不点豆腐了，我给你推磨行吗？哎，傻儿，傻儿，对不起，我不是，哎，傻儿，哎，傻儿，啊，让人吃豆腐了，哦，好吃好吃，哎，比麻婆豆腐好吃。傻儿，大人呐，这也就是我儿子，这豆腐啊就是他做的。爹，卤水点多了，吃，别瞎说。大人呐，他叫傻儿，是我儿子。哦，我好像见过你呀，啊，在格致学堂卖豆腐，好像还会说英语啊。中国的豆腐很好，世界第一，他家的豆腐天津第一呀、啊，老人家，以后啊，每天给教堂送，我喜欢，我相信教徒们也会喜欢的。好，还有这味儿的，原汁原味，好啊。得了，就冲您这几句话，我今儿这豆腐啊不要钱了，全都送给大伙儿，好不好？好。刘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二位爷，里边请。哎呦，这下我的面子是栽大了。聚贤楼的报纸席都定了，帖子都发出去了，血堂大人也来了。哼，结果宝鼎却丢了，这让我怎么才能把场面圆过去啊？啊？哎，我十三爷诗书赞英之足。钱我不在乎，可那是国宝啊！这么宝贝的古董，让人偷了，恐怕不是一般的毛贼干的吧？那毛贼怎么知道这古董价值连城呢？哎，俗话说，没有家贼，引不来外鬼呀、啊。刘爷是说这东西是我家里人偷的。十三爷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一向家教甚严，门风清白，家人我都问过了。看门的家丁说，那天夜里听见屋顶上有动静，后来宝鼎就丢了。可大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呀，肯定是外人所为。哎呦，这要是外贼，可就难查了。那我就管不着了，刘爷，尽力而为吧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查出来查不出来，我一定尽力，一定尽力。啊、这个，拿去给弟兄们喝口酒。啊、谢十三爷的赏银、啊。你们公务在身，我就不多留了。待会儿罗雪堂罗大人还等着我探讨蝌蚪文呢。
让我咋说呀？哎呦，我这头疼啊！刘大人，请吧。告辞，告辞啊！告辞，告辞。他妈的，又骗我10两银子！来，菊花啊，今儿你得喝点啊！大伯，我不沾酒，让傻二喝吧。我也不喝酒。哎呦，菊花啊，今儿个事儿多亏你了。大娘，是傻二叫我点的。哦，嗯呐，嗯，这让我想起傻二的一句话啊，嗯，改良，啊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啊。对对对，嗯，周易里有句话啊，否极泰来，说嘛呢？说的就是一个变，哎，这么一变呢，就是一个新格局，那人就走上运道了。来来喝喝，来来来来来。您是？我是聚贤楼的掌柜，我找豆腐啊。快请进，请坐，请坐。不必了，今儿来就是一桩事儿，也算是给你捧捧场。听说你们家的炸豆腐不错，当小菜下酒正合适啊。这两天啊，你给我送上200串。哎呦哎呦，我这儿就那我这儿就谢谢您了啊。我走了。哎，钱呢？卖了就给你钱啊？我聚仙楼这么大的生意，能欠你的小钱？这炸豆腐上了聚仙楼的席面，能给你扬名啊？他聚仙楼掌柜的能登咱们的门，那是无利不起早啊。咱自个儿卖，哎，学堂的、教堂的、聚仙楼的，那买卖大了去了。哎，可这人手拉扯不开呀。哎呀，雇人嘛。哎，雇骂人啊？那不都是开销啊？大娘，您看我给你帮忙行不行？行，行啊，实在不行我也上手。爹，我要开个铺子。好。撂地摊啊，价就上不去，要是开个铺子啊，这就登堂入室了。爹，你和我娘都那么大岁数了，咱要有个铺子不是能遮风挡雨吗？为你们好不是？怎么了？嫌我老了啊？身子骨不中用了，不能干活了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我还不老，我的脑子还没活动。哼，就你那脑子还想开铺子？啊，就是把你卖了，你还帮人家数钱呢？数嘛呢？数我嘛？说的就是你。改什么良啊？咱做的是小本生意，老老实实的把咱的豆腐做好啊，一家人安安稳稳的过日子，比嘛都强。哎呦，嘿！我说你就别看了，是我不学好，在外面欠了人家赌债。您看着能值多少钱，就看着给吧。您这干什么呀？真是！你就别玩那个猫腻了。要是偷你爹的，你老老实实给我送回去，嘿，我就全当没这回事。哟，掌柜的。还真瞒不过您的法眼。哎呀，我实话告诉您啊，这是我爹让我卖的，还您说我能找谁呀？这只有请您帮个忙，是不是？哎呀，你要是想弄几个钱花，就直接开口嘛。哎，不要老是你爹的。十三爷在天津卫那是赫赫有名的大人物，你小子也该争口气呀，辱没他老人家的英名。那您说我该咋办呢？是吧？这样吧，我试试看。卖不出去呢，我分文不取。如果碰见个识货的，你就给我个跑腿钱。哎，这好办。哎，咱们三七开，
怎么样？你说。别，四六。哎，四六。嗯，四六。哎，菊花啊，你呀、啊，帮着人家洗衣服也就行了，别什么活都干。菊花，你还没过门呢，你就让太阳把你晒晒晒。你说，这几天啊，你出了几次摊，挣了几个钱？这你就不懂了。我这几日不易出门，我正在给傻儿算卦呢。嗯，算嘛卦？算他是该开铺子呢，还是开酒楼？如果是开酒楼，他的方位应该在戌位，门朝南。你就先别算了，都怪你，说八字不合，闹得咱现在还住在人家家里，算嘛呀？哎，我给你们都合过了，那是中上局，不是中上，是上上。哎呦，咱得顾惜点脸面吧。你要是顾及脸面啊，就不会在人家家里白吃白住了。哈哈，话粗理不粗。行了，改天我再给你们推推。啊，哎，菊花，再来碗豆浆。哎，老仙儿，我说，你怎么就不信上帝呀？啊？你怎么不信呢？我还我这是你知道上帝是什么？不知道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上帝呀、啊，就一个名。什么名？俩字儿，嘿嘿，银子。我哎呦，杨大人来了！杨大人，你好。这个鼎从样式上看是晚周的。哎，哇，真行！骆大人对中国的历史真是精通啊！啊，佩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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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过，您肯出多少银子？啊？你卖你出价吗？我。如果骆大人要是喜欢的话，您看200两。好，不贵不贵。我看他值2000两银子。嗯，骆大人真会开玩笑啊！开玩笑。那这200两银子，我什么时候到府上取啊？这银子嘛，你们到衙门找李大人去要啊。嗨，我说杨大人，你这什么意思你啊？什么意思？最近13爷府上发生了一个盗窃案。有一个窃贼溜了进去，盗走了一个铜鼎。现在官府正在查这件事情，我想不至于就是这个鼎吧。再见，谢谢。杨大人，杨大人，杨大人，杨，我养你了。撞上高手了。哎呦，我说老信儿，哎，这我怎么跟我爹交代呀？老哥哥，这几天生意不错啊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咱们傻儿，傻人有傻福，命里注定有贵人相助啊。来，哎，应该感谢那个洋人。嗯，还有菊花，是菊花点对了卤水。老哥哥啊，我今天推了一天的课，有几句话想跟你说说。嗯，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哎。菊花，你先出去一下。嗯嗯。嗯嗯，干嘛？你干嘛？院子你的豆子还没收呢。我吃完再收。你干嘛？去，把豆子收起来。我没吃完饭呢。别管他。吃饱了让人干活。给，就知道你没吃饱。
哎，慢点儿。帮我摇摇。傻儿，命中五行都好，嗯，就是缺水。这菊花呢，可是天河水。我推了一刻，他们是珍珠菊，上上的格局呀。是吗？嗯。哎呀，那可太好了。嗯，好啥呀？金先生啊，我跟你说说，他娘啊，把这时辰记错了。嗯，这傻儿啊，他不是在天蒙蒙亮生的，天还黑着呢，没亮。子时？不是。丑时？不是。寅时？也不是。鸡叫了没有？叫了。几遍？两遍。这就对了，鸡叫二遍正是寅时啊。嘿嘿，菊花啊，正是卯时。哎，银对毛两相好，不吵架活到老。我说金先生啊，你这是算卦呢还数来宝呢？你爹的人不错。咋不错？他说变啊，我也想变。我要改良。我知道你想把豆腐摊啊变成豆腐铺，对不对？我家豆腐谁不爱吃啊？杨学正爱吃，和尚们爱吃，聚仙楼的人也爱吃，洋人也爱吃，我凭嘛不能开个铺子？可你爹不愿意啊。相声办学的爹不愿意，人家不也办成了吗？开铺子就开铺子，提他干嘛？有韭菜吗？你今天吃的菜是你自己做的？反正我爹我娘爱吃，也不知道别人爱不爱吃。别人我不管，只要你爱吃就行。傻儿，哦，你过来，扶着点。干嘛？我问你，你娘生你的时候，那天亮没亮？记下几遍了？还记得不？我怎么知道？杨先生，你是很能干，不过什么事情都是可一不可二的。哦，我明白。这个鼎你来处理吧。哦，我太太很不喜欢那些小脚，你把它撤去了。那是鞋。我说的就是鞋。中国很好，但小脚不好，那是对女人极大的侮辱。这是洋行。不要损害了名誉。哦，我明白。好，我明白。陆德先生，您慢走。放在那儿。哎。老板，那小鞋烧不烧啊？烧。你们。把家里的小鞋都拿来烧了，家里人同意吗？不同意也晚了，已经烧了。烧了。这在明天的《资林西报》上能出版头版新闻。夫人，我们应该在街面上当众把这些小脚鞋烧了，这样表示我们天族会的决心，影响也会大得多。No， 中国的事情，借用你们的一句话叫“心急不能吃热豆腐”，关键是。持之以恒，我懂了。那咱们的成立大会，合法的事情可以搞点影响。来来来，各位女士，咱们照个相啊，留个纪念。各位女士、小姐们，站好，站好，站好了，站好了，准备好。这样行吗？哎，一、二、三。他们勾结洋人，还恬不知耻的办什么天族会？哼！虐生事端，败坏民风，礼崩乐坏。嗯，放任他们这样放肆下去，国人娶不到媳妇儿，国将不国呀。是啊，这洋人太欺负人了，我们中国人缠小脚，干他洋人鸟事啊。对，诸位，为了表示鄙人。对缠足一事的关注，
我昨夜秉烛写了唱词儿，特请来咱们的民间艺术表演家刘四献艺，十三爷听听。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刘四，请。来了。闲来无事家中坐，说起大脚造孽多，一恨大脚心头闷，是背地埋怨二双亲，父母舍不得钱和银，是不买裹脚和尺寸，母亲不给奴缠紧，一双大脚殴死人，鞋面要得七八寸，是棉布麻绳要半斤，拖鞋多费几天工。哎，好，二恨大脚喜欺您，奴在房中闷沉沉，要问为啥不高兴，八是大脚愁死人，三是大脚同夫眠，丈夫说这唱词很好，不过难道他一唱这天族会就会垮了？不，咱们天津的士绅对维持风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咱们得到衙门去请愿。嘿，别逗了，爹，人家天族会有洋人背景，那个路德神婆就是他们的后台。路德，我就是要扫扫他路德的脸。那行。干嘛你？我租房。租房干嘛？开小饭馆。傻蛋，你没看纸上写的吗？那个嘛，我字认不全。我这专给嫖客和妓女租房。去去去。这个展家荣办学也就罢了，还好跟朝廷动向一致，可他弄什么天族会呀？哎，我也觉得他们这缠小脚啊有碍卫生。什么？大人，咱到底对十三爷这等地方士绅的要求咋办？大清朝明令，旗人妇女不准裹脚。那展家荣就做对了？不对，展家荣不是旗人，所以他就不对。这么一闹天族，缠了族的妇女嫁不出去怎么办？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，弄不好就酿成事端。再加上文人士绅大多好小脚，趁机兴风作浪，怎么办？这一旦弄出什么乱子来，恐生民变呐。可是，现在广州、上海也有闹天族的，朝廷并没制止啊。哎呀，棘手就棘手在这儿，官府不能明着制止啊。嗯，明白了。还真派上用场了。谁呀？哎，混混啊！您想一想，让混混们出面去制止，这两全其美呀。嗯，对吧？五爷，您来了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好，请。赵爷、王爷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，再喝。
其实我就不会喝酒。不会喝酒？不会喝。那你开嘛饭馆啊？伙计，再来一瓶玉叶春。哎，来喽。不能再喝了。来，倒上倒上。那你要给我找个便宜点的好地段，哎，那我就喝。行行行行行行，来喝，喝喝喝。啊，就喝完了。啊。哟，干了。我谢谢你了，王掌柜的。哎呀，不客气不客气。嗯，好样的啊，好样的。哎，摔了一个杯子，王掌柜的。哎呀，没关系没关系啊，哎。再拿个杯子来。哎，是。哎，吃点菜，吃点菜呀！你吃吃吃啊！哎，我说掌柜的，您真要帮他拎铺面呐？我帮他？我是啥二啊？那这他是骂人。那这桌饭钱呢？三天的豆腐钱就不给他了。嘿，他真以为他是个人物呢。喝，我让你喝，喝死你个傻小子你。你知道你喝了多少钱呢？啊，咱给聚仙楼三天的豆腐算是白送了。大伯您别生气。我想拎个铺面。你还想拎铺面租房子？哎，你咋不把自己拎出去啊？啊，我看呢，你就是让几个子儿烧的。我就想拎个铺面。你呀，你就是傻儿。别想那些五花六花大麻花的，你只配在家里啊，老老实实做豆腐。以后啊，哪里别去，就在家待着。哼，看什么看？我说不对啊？啊？哎，啊，哎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想打你爹啊？傻儿，哎，我没错，我想改良，我没错，我想让咱家过的好日子，我也没错，我不想让你和我娘受苦，也没错。哎，傻儿，我告诉你。这个铺子我开定了 ，reform。今天是我们混混历史上最重要的一天。连衙门也不得不靠我们来维持风化。对对对对，是是，这可是咱们混混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，也是衙门重视咱们寨子了。对对对，哎，你们说，这全天津卫混混有多少啊？为嘛少咱们？咱规矩啊！哎，对对，咱规矩，这可是咱们混混们的光荣。对对，寨主，什么叫风化呀？混账！风化就是道德，这你就都不懂。哎，对了，寨主，那天跟您吃饭的那位是谁啊？刘三儿啊，衙门的捕快班头啊。咱们天津卫抓人放人的事儿全归他。哦，让咱们干嘛呀？搅局，搅格致学堂局。就那新学堂？没错。我去，我打头，我在那儿搅过局，我熟悉地形。好。哎，你。你嘛时候去过？我没入国火之前，那死崔让我去的，拍那个展家中的黑砖，拍了。你把展爷的闺女给拍了？我拍了一小屁孩儿。笑什么呀？那是以前，现在我跟了李爷了。您放心，这回我一定把他们给弄死。
我告诉你们，这次搅局啊，西仇要拿捏好，记住，不轻不重，不能死人，只能伤人。只取下三路，啊，不许打头。那这活就难做了。这怎么办？有什么难的啊？我平日里让你们整天练飞刀。寨主，我们没有飞刀练，我们练的是飞砖呢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哪有刀啊？砖头瓦片呗。好好好，正好，就用飞砖。用飞砖？而且啊，只用半块砖。半块不用啊？明白吗？半块那就半块呗。买肉啊你？哎，我怀疑他是红杏出墙啊。哎呦啊！你让我给他看相，又不敢让他来，那就看不成了。嗯，在我这儿哪有断不出的事儿呢？啊，那是那是啊，我是慕名而来嘛。嗯，女人有72犯贱，若犯一贱，必有私淫。哎，我说，你说说看，他有没有啊？两眼浮光，面若桃花。哎，等等，两眼浮光是什么意思啊？两眼浮光啊，就是说目光游离，飘忽不定，神不守舍的样子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这女人72犯贱，头一件就让他给摊上了。哎，我说你接着说。皮白如粉，肉软如棉呢。哎，我老婆肉软的是如棉，皮滑如油，未雨先笑。哦，对，我老婆还没说话呢，她就先笑了。哎，接着说，要接着说吗？对，接着说。摇手摆头，面露堆伏，眼露白光，额行压布，垂头侧目，斜视偷看。得，他这又犯了一条，又犯了一条。得了，不用再往下说了，犯一条必有私淫。你数数，你老婆都犯了几条了？啊，还用往下说吗？嗯，说呀说呀啊！这个金贝啊啊，等会儿啊！哎，你接着说，要不然我心里不踏实。嗯，自言自语，吞吐胸高。啊，又是一条。哎，他胸部大，哎，屁股大。哎，这样吧，你再往下说，我也数不清他到底有多少条了。哎，我也不数了，我看他到底有哪条没犯。啊，腰细肩寒，一步三摇，一言三断，语言繁杂，见人掩面，缩头伸舌，鼻仰朝天，举止痴迷，托腮咬指。妈呀，托腮咬指他没有，其余的他齐活了。哎，你还笑话我？我没笑。有银子还怕找不见铺面？金白，不瞒你说，这几天我一直找来着，租金合适的。人家是给嫖客临时用的，要是位置大小合适的，要么人家不租，要么就是租金太贵。你呀、啊，上哪儿转悠了？瞎转。哎呀，真是个傻儿！你怎么不早来找我呢？我给你起一课，不就结了吗？那你起一课就知道铺面在哪儿了。哎，这找铺面啊是个风水的学问，那方向、朝向、格局，哎，那复杂了呢。你以为那么简单？啊、那咱起一课啊！今晚子时，我要焚香沐浴，好好给你起一课。哎呀，我觉得真是太好骗了。都精神点啊！我专门到程家那儿扒他。Ha ha ha ha!
么呀？你想害咱郭火呀？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不轻不重，不许死人，只许伤人。我看你这耳朵里塞的不是驴毛啊，你塞的是驴尾巴。那我把它砸成两半不就行了吗？去，和弟兄们一样，拿砖头。看嘛呀？看着玩呗。看谁呀？看蒋占荣啊？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哎，你等等我呀！跟上了吧？跟上跟上！我宣布，天津女子天足会正式成立。从古至今，亡国灭种的全是因为自作孽，并非全是异族侵略的原因。正所谓亡秦者秦人也，今我中国男人吸食鸦片，女人缠足裹脚，男女分土而同归，归到哪里去了？归到一条亡国之路上。要想国力强盛，我以为必须先让国民的体力发达。女人好好的一双脚，干嘛要缠成猪蹄子？真是，就是这样的事情竟然能在我国盛行千年，这是中国妇女的耻辱，更是你们中国男人的耻辱。铲除裹脚的陋习，就是我们天津女子天足会的宗旨。从未见过你，却一直爱着你，就像河里的船寻找到海的踪迹。上帝。